大家好，我是光学工程师汪飞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台塞曼效应实验装置。这套实验装置能够进行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塞曼效应实验、平行于磁场方向的塞曼效应实验，以及计算电子盒子比。而我们整台仪器的设计思想是模块化、通用化，比如说我们的导轨、托板、升降调节架、支撑杆、精密调整架。我们这套仪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配备了高性能的干涉滤光片、FP 标准具、200万像素的 CMOS 相机，它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，可以获得高清晰的干涉条纹图像。而我们的透镜、偏振器、滤射片、标准具和 CMOS 相机通过精密调整架进行固定和调节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电池线圈模块，它有一个最大电流为6安培的直流电源和一个电池线圈组成，为我们的笔形拱灯提供最大磁感应强度为1.1特斯拉的磁场。而我们的电池线圈是可以旋转90度的，分别用于观测平行于磁场方向和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塞曼效应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塞曼效应。现在是没有通电流，所以没有磁场，大家看到的是一组干涉圆环。下面我逐渐加大电流，磁场逐渐加大，大家会发现每一个干涉圆环分裂成三个干涉圆环，这就是我们的塞曼效应。最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所有的实验结果。